从北方城区处理出来，那说就他了。今天你今天观看的是咱们的杨飞龙武艺表演，蛇的表演。各位观众，蛇的发展在人类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。随着地球不断的变化，他们从水生到陆生，从没有多到转变到有多。根据该团的调查，据有关初灭的记载，整个世界上蛇它有3600多种，其中有头的有700多种，最厉害的有十大类。今天他问的是把这条蛇从鼻孔进去，从嘴里出来。现在就请您观看蛇穿鼻孔。要把它整个全部拿出来，就没有什么假的，还得了，一不利把它闷住。等于这个节目是他有过硬的鼻子才有成功的表演，要有扎实的基本功才有成功的表演。所以这个节目他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练，一个练的性子终于能成功地把它鼻子进去，从这里拉出来。大家可以想想看，他的这个鼻子啊一般都是很小的，你看到没有，这个蛇的腹部很粗很壮，那整个全部给拉出来难度就大了。继续拉，拉还得拉，我得拉我拉你有力把它拉出来。我的包袱很重，我的肩膀很痛。来了，加了，有力。在人群之中，把它拉出来看好。家里谁把它松怀一下？我的窗户很大，我却从没睡好。蛇穿鼻子，鼻子穿蛇，表演成功。